上电视。吓你！让那些老外来看一下你的英姿。好，回来。等一下也暂停。认真点啊。怎么不认真呢、啊、拿一个然后放哪个你一样可以。
你跟你说好。今天多大？Thank you.
两边养的好。来了，已经黄了。啊？然后两个你来。啥东西啊？自然价。拿回去给你老公吃了吧，你好歹毒啊！我不会的。就拿狗狗下来看我，就拿狗狗下来看我。哇！要下来要带狗狗下来了。毛不行，你不懂狗。咋没看见？嗯，好嗨。
看一下。大龙虾，那边没了，不行，先好了。嗯，又好了。
你第二天上哪上的？上三门要上的那天？还卷了，还卷了。啊？啊？那你看你家进去的啊？昨天，上了吧？啊，上了。看我这滚滚进去的嘞，滚那个进去滚出来那个嘞，一定得滚的啊！哦，耶，准备炸喽！耶耶耶！两个水泥炸了吧？你拿哪些晾干？现在还前开，一直拉不开的。电缆里面，啊，他有电缆了。电缆，电缆上子。你等一下，等我接上车的。这个说的接，这说的不好的。多大股？啊，到底有这个？打开一点，那个。啊？全程摄影啊，一时不溜不溜啊。这个在那个在放那里。
嗯，用洗一下吧。
Thank you.